这么有心机的商家，这是必须见穿的。心机藏得深，用料却很真，说的就是奥利奥薄脆，只有3毫米，看得见的薄，听得见的脆。把奥利奥做薄，到底藏着什么心机？买了奥利奥薄脆30万，你到手5盒，每盒的净量95克，它还是我的 iPhone 销量代言的。师兄的观众里有跟我一样的小飞侠吗？我欢心大海。今天师兄用脆的，它是不和正面一样的实力派。它有3种口味，有香草奥脆味、抹茶瓜果味、酸甜草莓味。3毫米，这么薄，它不会给我缺斤少两吗？咱们随机称量2个，上手称一下。看好啊，这是去皮桂林过的。实际净含量共201.2克。大家觉得这么薄的奥利奥，师兄一次性能掰开多少个呢？商家宣传这一片的厚度是3毫米，跟普通奥利奥对比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确实挺薄的。随机挑一个，上手的量一下，还真是3毫米，感受一下脆，听声音。那浅尝一个试试，掰开一个很容易，但这么厚一沓，你们觉得师兄能掰得开吗？给你们展示一下师兄的功力。哇，太酷了！表皮多加了16%的可可粉，这个师兄都能闻得到，确实浓郁了好多。掀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的夹心，抹茶味和草莓味里都有丁果粒，奥脆味里面是奥脆颗粒，用料还是高级。师兄特皮，你必须得服。不错，尝一尝。这3毫米的奥利奥吃起来口感更脆了，嘎嘣嘎嘣脆的，浓郁饼皮搭配夹心，口感层次很丰富。3款都很好吃，一点都不甜腻，但我最喜欢这抹茶味的，茶里茶气的抹茶香味配着瓜果颗粒，浓郁清爽，绝了！iPhone 交战同款奥利奥薄脆，无愧的实力派，我已经吞了，大家别冲，综合评价。